10万粉问答你还录不录了呀？你不会非要拖成20万粉问答吧？录！答应你们的10万粉问答来了，问题真的非常多。如果没有回答到的，点个关注。20万粉的时候，你们再问一遍。100K问答来了。两个人的移民故事，还有恋爱故事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卢米，这个男人叫 Cypher。Cypher 当时是新东方的英语老师，卢米当时大学在新东方实习。就是这么被我骗到上的。你们俩是全职的 YouTuber 吗？专业学的什么？我俩不是全职哦，但我俩是属于工作时间比较灵活的，灵感来了就拿手机随便记录，无聊的时候碎片时间拿起手机就随地大小拍，随地大小剪，随地大小发。随地的，你是说你在互联网拉屎是吗？我在国内本科读的是音乐教育，来加拿大读了一个 diploma， 上的是 audio engineering， 就是调音响。我就是那个古希腊掌管演唱会音响的神，就是打碟的，打碟不是打碟的，是调音响的，差不多。说我小时候喜欢表演，然后家里人就担心我以后长大没饭吃，就让我去学计算机。然后我本科就读了个计算机，读完以后我发现我还是喜欢表演哈，但是这回是我自己。担心我以后没饭吃，我就来加拿大读了 MBA， 然后我毕业以后就去创业嘛，创业碰上疫情差点把自己给创死，然后那段时间在家就闲着没事儿，就想找点事儿干，就开始在网上拍视频演戏给你们看，对吧？演着演着再后来就卡到饭了。就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卡到饭了？就是说我最后还是靠表演吃上饭了。所以说嘛，这个人呢、他就不应该跟命运抗争，就是你喜欢啥就该干啥。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我爱滑雪。我喜欢钱。我还喜欢网球。我喜欢钱。我还喜欢电影。我还喜欢钱。你说老在那喜欢钱，人家问我们有什么兴趣爱好，你不用那么肤浅，喜欢钱，喜欢钱，喜欢钱。那你这滑雪呀、网球啊、电影啊，哪个不烧钱？你再想想喜欢啥。我爱赚钱，赚钱使我老婆快乐，我老婆快乐，我全家都快乐。赚钱。这个，他们问我怎么找到这么好的爸爸的。那不简单，有人生来命好呗。滚。不是，我说实话。下一个问题，两位的原本工作是什么呢？哦，那我们俩做过的可多了。算算啊，我们做过老师啊，前台咨询。这个市场营销，接机当过监护人，后来网页设计师这也算一个，程序员、产品经理，这基本上人生动不动就重启一下，老刺激了。还有 YouTuber， 为什么会想做 YouTuber？ 什么原因？那不就是创业遇上疫情了吗？然后在家闲得无聊就拍视频呗。为什么会被大家称爷孙？是你们叫的呀，谁拍视频拍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一天啊被你们叫爷孙。你们在评论区互相科普一下啊。自助。想知道两人爱情故事以及为什么去加拿大。这个简单，就是他看上我了，然后一直追我，追好几年，一直追到加拿大来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同意了，正准了。他说的不对，以这个视频的第一个答案为准。说不对。想问你们怎么会想拍片？哪支影片看？这啥字？我不认识。我查一下啊。窜，哪支影片开始窜起来的？窜是什么意思？窜就是就，比如说他在这儿，他就 zoom 上去了，窜。谁拍影片会 zoom 一下？未来会有什么新的企划和方向？未来会有什么新的企划和方向吗？看得出来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哈，好好回答一下了。对，来自台湾的朋友，窜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解释过了，就是呜就上去了嘛。是这个影片，是这个。算了，你不会不要，哎呀，太差了！我也不知道哪一支，要不然你到那个我们视频里面去看看它的播放量，就比较早期的，然后到比较近一点的，你看那个播放量哪一个就忽然 zoom 一下，是吧？
来，你回答下一个问题，未来会有什么新的企划和方向吗？快点问你企划，企划了啦。我没有什么企划了啦，未来的企划就是拍片了。方向呢？方向就往前了。这个来自台湾的朋友，你问这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也想拍片了？如果你，我想打你，我不想拍片，我要打他。如果你真的想拍片的话，对于流量这么感兴趣，你拍就完事儿了。我同意他说的。来，下一个问题，在加拿大那边拍片后，在华人圈里有影响到隐私吗？没有哎。你能不能正常一点啊？没有人来拍照哎，也没有人来签名哎，都没有人认出我们哎。废话，你跑到一个公园里，你上哪儿找人认识你？所以我实际证明没有人啊。Nobody cares for you。是这样，我来解释一下，他不是有没有人认出来我们的问题，他是有没有人的问题。这地方没有人，他就不会的，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在人比较多的地方还是会的啊，超市啊，去到加拿大的时候确实会有人认出来，人认出来拍个照不就行了嘛，能那咋地啊，又不是明星，是不是？所以担心影响到隐私的话，就像我们一样住到无人区里好了。相识相知的过程，谁向谁求的婚，这种问题有必要问吗？他追的我，他求的婚。嗯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追的他，我求的婚。啥呀，就是不信的。婚礼办了吗？办了，给你们看照片。打算要孩子吗？就这事儿吧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其实我觉得实在是瞒不住了，就可能已经比较细心的朋友们呢，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已经看出来，但是也有人可能还没有发现。我今天就给大家交个底儿吧，就是露米和我已经当爸妈两年多了，我们俩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宝贝，他就是。铁铁呀，英文名叫 Latte。 嗯哼，嗯，这不是很可爱的小宝贝吗？嗯，就他了。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哎呀，身上一堆毛，最近孩子掉毛有点严重啊。加拿大有啥好吃的吗？关于这个，嗯，你们可以看这个视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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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个，不是一堆，都是。好奇频道观众的区域比例都是哪里人？看这个视频的，在评论区留下你所在的城市，让大家看看哪人多。哎，这个问题，看了刘子系列，被爸爸的厨艺惊讶到了。是来加拿大以后变强了吗？想知道你们每天到底吃什么，我好羡慕。以前出国以前我不会做饭的，然后那肯定是因为客户的需求高嘛。需求高，这能力就得强，能力跟不上需求，这个婚姻基础不稳固。然后每天吃啥，就是视频里面你们看到那些，拍完视频总得吃吧，要不然那个吃的东西不就浪费了吗？有时候同样一道菜，为了练习我要吃好几天呢。没有的事儿，不是什么都需要说啊，不用说，你分享太多不好，不好不好。想听更多为什么会到国外的经历，以及两个人的爱情故事。想问在不同平台观众关注的地方什么差别，在 YouTube 做频道有哪些比较不一样呢？你这一条留言四个问题还真不亏哈。那至于他为什么要到国外，那因为在新东方教课教腻了呗。嗯，我为什么到国外，你来了是吧？看啊，所以这事儿实锤了，就是他追的我，因为我先来嘛，他然后就跟着就过来了，这不是他追我是什么啊？是谁？证据。这位观众，你问的关于爱情的故事，他刚刚说的都不对啊，以之前的视频为准。不同平台的观众区别，我感觉没什么区别，甚至在教导父亲这点上达到了高度统一。嗯，可能唯一不同的是 YouTube 上面叫爷爷的人更多一点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哎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加拿大有没有什么推荐旅游必去的地点呢？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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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首推 Niagara Falls。 哎，对， Niagara Falls 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哈，但是我们建议你还是秋天来，九月十月，因为九月十月的时候你可以顺便看枫叶呀。嗯，不过现在这有点绿，对吧？还是绿的等等。哦对，然后还有 Banff。
哎，不过办房前段时间发大火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来。嗯，不推荐。嗯。还有啥？滑雪的，喜欢滑雪的建议去 Whistler， 就是在加拿大西边哈，很靠西，靠海边，那落基山脉特别美。不过据说还是比不上瑞士的。嗯，你要是单纯喜欢看雪的话，哎，来看半年，我保证你不再喜欢。如果半年以后你还喜欢，那你可以试试铲雪。你这么着，你就来我们家门口，把我们家门口那条街的雪全都铲了，天天铲，铲它一冬天，我看你还喜欢。欢迎来我们家铲雪。爸爸年轻的时候长啥样？问你爸去。人家问你年轻的时候长啥样啊？长这样。年轻吗？有你们俩爷孙儿时的照片吗？问你孙儿去。想看啊？哎，不给你看。这儿，这个，够了吗？够了。啊，再放一张。够了吧？有没有计划来澳洲转转？有的。嗯。就是今年。嗯。敬请期待哦。我买机票去了。两个人的生日 MBTI 老家哪里的？想知道两人大学读什么科系的？我 ISTJ。 我 ISTJ。 我河南。我湖北。我计算机。我音乐教育。他双鱼。他射手。我属鸡。我属虎。我是他老公。我不是他老母。这是我老公。这是我老母。这个想30万看爷爷穿黑丝女仆装。不是，这个我们说清楚啊，我们这个频道的原则是卖艺不卖身啊。我觉得可以有啊，离30万还差20万，所以你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吗？你这怎么就我给卖了？所以我们30万问答见哦。没有黑丝女仆装。然后现在是还有 YouTube 啊。就是你们几句词儿就说不糊了。现在是还有 YouTube。 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相知相识的过程，那不认字啊，人家说的不是这么说的、人家说相识相知，你相知相识。哦哦哦，相知相识的过程，人家说的是相识相知，你为什么说相知相识、相识相识。来，我们来重新来一遍相识相吃的过程。他吃了我还是我吃他？这都要剪进去啊。不。